大家好，我是在美国赌场工作的疯婆子，我又仙气飘飘的来上班了。哇，终于下班回到家了。今天是星期六，还是挺忙的。我发的游戏是百家乐，一到年底呢，百家乐的牌桌都超级的忙。我现在还挺喜欢发这个游戏的，虽然呢客人给的小费不是很多哈，但是呢我现在已经是佛系的发牌员了，因为客人给不给我也没有办法，只要我自己努力就好了。努力的提供好的服务，让玩家在我的牌桌上玩牌的时候开心啊，我的工作这个过程也会非常的开心。所以说呢，我现在追求的是这种一种状态哈，就是放松加开心。客人呢赢钱我就超级的为他们高兴，因为我知道只有客人赢钱我才能得到小费，那客人输钱呢我真的就是很安静因为我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我自己虽然不去赌场玩牌，但是呢我知道那种紧张压抑，包括输了钱之后，尤其输了大额的钱之后的那种沮丧哈，哎呀，我真的不喜欢那种紧张的心情所以说，但是呢我可以理解这些玩家的心情，所以一般他们输钱了之后我就非常的安静，就在那默默的发牌我真的是希望我的牌桌是开心的。我特别喜欢在工作还有生活当中的简单。前段时间呢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主管他找我事儿，对吧，但是呢这样的情况简直是少之又少，而且被就是经理呀或者主管啊找事儿这样的情况在什么地方都会有。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觉得赌场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方，其实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赌场呢它也会是一个小团一个小团体一个小团体的，是吧，就大家在一起玩。但是在工作的时候呢，赌场的发牌员真的是一份，你说跟主管他是有其他同事有合作，但是呢大部分的时候就是你当你上了一个牌桌之后呢，那你就是各负一摊儿。那你当你在发牌的过程当中你需要主管还有经理帮助的时候你可以叫他们，但是呢大部分的时候都是自己独立的去完成这份工作。所以说在工作当中认真谨慎小心不出错，这个呢你每天都会过得很开心，然后别人就算他想找你的事儿他也找不出来，除非是他太明显的去找茬的话，那就立马就会去找经理去说这件事情，对吧，因为我们之间呢我们主要的就是把工作顺利的完成，而不是没有时间去跟他内斗，是吧。当然呢我们也不怕斗有很多人他觉得亚洲的发牌员比较好欺负，因为其实不只是亚洲的，因为我们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对当地的法律法规不太了解的话，他就觉得说你什么都不懂，包括语言还不是那么灵光，是吧。但是呢这个一点也不影响我们去维护自己的权利还有义务有的时候当我们在工作当中还有生活当中呢，就是被别人叫冒犯也好欺负着也好，是吧，有的时候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小事儿呢我们就去学习，就去想一下到底值不值得但是在很严重的情况，如果你不去说的话，可能真的就会
他会再次的这样的欺负你。你像我之前被踢出那个掷骰子培训班，那我必须得去找经理，还要找人事部门去说，去投诉他们。然后最后呢，就是有一个老师，他不是主教我的，但是呢，他跟教我的那个当时教我掷骰子那个老师呢，一起跟我谈的。结果这个人呢，现在是我们的一个区域经理。所谓的 pit manager， 也就是区域经理呢，就是比如说他负责几个区域的发牌的区域，所以说他是这样的一个区域经理，现在是跟我在一个班次。当这个老师转到我们班次来之后呢，我曾经一度想辞职哈，因为实在是被恶心着了。但是呢，后来仔细想想，不能因为别人左右了我自己的前程，还有我自己的想要的东西。我毕竟还是希望把所有的游戏都学完，让自己成为一个熟练的发牌员，这样呢我自己有更大的选择的空间，而不是被别人左右。所以呢，我现在就是又恢复了很快乐的工作心情吧，状态。但是呢，他在工作当中还是会背后搞小动作，有一点事儿呢，他就会跟我的经理去投诉我。曾经有过一两次哈，然后就哎呀，我真觉得就是这样的人。你比如说有一次我在发百家乐，我们发百家乐洗完牌之后呢，在放到发牌盒里头之前呢，这个要有一个消牌的过程。这个玩家呢，他当时坐在牌桌上，后来因为洗牌消牌呢，他就在我消牌的这个刚要消牌的时候，他就起身，然后呢去到别的牌桌看热闹去了。然后呢，我这个是25块钱的牌桌，所以说这个牌呢用完了之后呢，他会重复的用，就是他不会因为客人没有碰到这个牌嘛，他不是50美金往上的牌桌，客人可以看牌的，这个呢是发牌员把牌给打开的。所以说那个消完牌之后，就把牌这个消完的牌放在了旁边的收牌盒里头，然后他就看到了，他就过来说，他说你消牌的时候呢，玩家要在场。那首先呢，这个玩家他是突然起身，在我马上就要消牌的过程当中，对吧？而且呢，那客人他如果要是想看这个消的牌到底是几的话，那牌还在发牌盒里头。所以说呢，他就然后他跟我说完了，我说哦，因为平时也我真的不想跟他多说话，他说什么我就答应了一声。结果我休息回来之后，我休息20分钟回来之后呢，我们的经理叫我又把这件事说了一遍。他本身是个 pit manager， 他跟我的那个 shift manager， 就是跟我这个大夜班的班次经理去投诉我。所以你说说这种小人，对吧？就是你说是不是很恶心？但是呢，你在工作当中就会遇到这种他拿这个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就是来找你，就是恶心你。所以说这种人呢，就是说表面上跟你好像是没有什么了，但是其实还是在用一些小手段哈，用一些小小的权力，自鸣得意哈。其实这个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工作当中还有生活当中一定要争口气的原因。这个争气呢，不是说跟他去赌气，不值得。你想想他这种小肚鸡肠，他最后不能把自己给气死。因为我估计的他有时候都会睡不着觉，就想这些事儿，对吧？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真的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别人的身上，而是要更多的关注在自己的喜怒哀乐，还有自己的家人的身上。我前段时间也做了一期视频，是关于不是每个发牌员都想当主管哈，因为主管呢，有的挣的没有发牌员挣的多。甚至有的主管呢，一个月他就会少挣将近500美金。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尤其是对于我来说，我出去就是工作的哈。那我还是现阶段，我还是想以挣钱为主。那做主管呢，他确实会比做发牌员要轻松很多，因为他不用直接的去面对客人，也不用甩着膀子发一晚上的牌，还有站在那里头，主管可以走来走去。而且一有什么大的事情发生呢，他都是叫经理，他也不是直接的出面去解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还有的人想做主管哈，当然呢也是为了积累一些管理经验，为了往后的升迁呢更升职呢更有帮助，对吧？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赌场现在不但缺发牌员还缺主管，所以我们经理呢就给每个发牌员呢都发了邮件，说如果想当主管的话就回信给他。那现在呢就是有一些刚入职不久的那种年轻的小孩，然后就当上了实习主管，然后这个时候毛病就来了，你知道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兑换这个钱的时候，有的客人刚来，然后呢买筹码，我们大声的叫他，就说再说一遍，就是很享受那种就是有权利的那种感觉。一开始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哈，我说你又不忙，然后呢我的声音就是一直都是很洪亮的，然后他就站在那里头也不远，然后他就让我再说，以前我还再说，后来呢我就站在那里头，他就走过来看，然后呢就，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怎么说呢很无语，对吧，就是在工作当中会遇到这种又好笑又好气的这种说不上来的感觉吧，就是觉得人呢有一点点小的权利就会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最可笑的是他没有意识到说他也是拿工资的，他又不是老板发钱的那个人，对吧，所以说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只是想就是把工作顺利的完成，我也如果他不是特别明显的就这样的去折腾人的话，我一般情况下也就赶紧的把这个工作做完，然后就不再去搭理，因为这种人平时在休息的时候见到他们也不会想搭理他的，对吧，所以呢我现在的主要的事情，主要的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工作顺利的完成，然后呢回到家开开心心的生活。所以在工作当中我已经不再像我刚入职的时候就是那种紧张还有压抑，就是害怕，就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做好，因为你不了解，你从来不知道赌场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你做了三年之后你就会觉得说哦，我都熟悉了，我能很安稳的知道我自己要的是什么，我自己能干成什么样子，在牌桌上如果有问题的话我知道怎么去解决。所以给自己一点时间，当你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的话一开始的紧张啊还有不知所措都是很正常的，包括被经理或者是被主管说，但是其实大部分的人哈都非常非常的友善，我说的这种都是个例，甚至别人这辈子都没遇到过，就是说你比如说我跟我的经理去说因为我们赌场有很多个经理，对吧，所以我跟我经理的说的时候，我说我被踢出了掷骰子培训班，他们都不可思议，说他就从来没有听说过在这个行业做了30多年，尤其是在你都已经学了3个多星期，你没有什么错误做什么错事哈，然后也按时的去上课，所以这个真的就是一个老师的失职，就是一种我不能称为他歧视吧，我还是那句话哈，我的生活比他好多了，所以说但是呢他的行为可能真的就是有歧视的成分在里边，而且怎么说呢，这件事情也确实是对我的影响挺大的，但是我从这件事情当中我也学到了，就是说当有人冒犯我的时候我一定要站出来为自己说话。所以呢这个流程我走了一遍之后，我下次如果他们再遇到我我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我就知道怎么去解决了，不管是在哪家公司在什么地方。我们一开始出来工作真的不要怕人际关系复杂，因为在什么地方都会有一些这种拿着鸡毛当令箭的人，但是呢只要我们工作时间长了一些，把自己的经验把自己的技能学到手之后，你就会觉得更有主动权。所以说在工作当中呢，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非常的重要，不要被别人激怒，然后呢就做一些自己觉得哎呀如果当时忍一下哈，就是说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焦头烂额再去找工作。因为我觉得为别人去做出一些选择哈是不值得的，当然
当你遇到这样的事情，不公平的事情的时候，会促使你去积极的思考你往后的路。就哪怕你现在不会换工作也好，但是呢，你会为自己想，就是有一个好的机会，你就会去想一下，哎，这个我适不适合我，就反而会让你的脑瓜变活跃起来，而不是说，哎，这一条道我走到黑，我在这个公司，对吧？就一直，干到退休。所以说，有的时候坏的事情反而会让你更积极主动的去思考。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面。就像如果我们在婚姻当中很开心，谁会想去离婚呢？对吧？在国内生活得很好，谁会想出国呢？换一个地方去折腾呢，或者去北漂、美漂、各种漂，对吧？大家肯定是往更好的地方去走，就是所以当那个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它真的会激发你一个无限的潜能。所以有的时候把坏的事情往好了一面看的话，真的会让你变得越来越强。我长这么大才慢慢的改变一个观念，以前呢总是把最好的留给别人，尤其是家里来客人了，平时自己都不舍得吃哈，来客人了可大方了，然后呢也总是非常顾及别人的想法，就是哪怕自己受委屈也能忍一下哈。但是呢现在我把家人还有我自己都是放在第一位的，其他人呢都是次要的。所以呢在工作当中也是，你像在工作当中难免他们会一个小群体一个小群体的哈，因为有的时候你难免会想，哎呀，我也想像他们那样子哈，融入到一个小团体里面去。但是呢真的没有必要，因为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下了班之后呢都有家庭，你也不能整天的出去吃喝玩乐。而且在美国这边说真的，如果你在国内去过酒吧去过迪厅，你再看这边的当然这边的酒吧其实确实挺温馨的哈，有的酒吧确实挺温馨的挺好的。但是呢你要说有没有国内的那种氛围哈，就包括跳舞的地方呀，那种跳舞的地方你就觉得它就是一个帐篷，完全没有舞池的那种那种豪华还有那种气氛吧。我觉得就不是说豪华，就是连那种感觉都没有，就是像一个帐篷。所以说在这边你想出去玩的话，你真的就没那个心情。你说出去去酒吧喝酒，你回家了还要开车，所以有的时候还不如你要想喝的话就在家里小喝一点哈。所以呢一般情况下我真的是也不想出去，因为没有什么意思。你出去吃饭的话，西餐我可以吃，但是呢真的也觉得没有那么好吃。所以这就让我一下班就想回家，而且我家里也有这么多小动物，回家来就是又看这种外面的风景啊，然后又很安静，这都是我现在超级享受的。所以我现在不会刻意的让自己去受委屈，勉为其难的去融入到任何一个小集体里面去。但是呢我非常爱我的工作，在工作当中呢我见到我没说嘛，各个部门的人我都会热情的打招呼，因为我想让我在工作的时候开心，我想给别人带来快乐，包括玩家，对吧？所以说呢我整个这个工作的过程我自己都是特别开心的。所以这一期的视频我主要是想跟大家说，在赌场工作真的是一份越做越简单的工作。从工作内容来说呢，来来回回就是那么几种游戏，时间长了真的会熟记于心，包括面对不同的玩家你也会得心应手啊。实在不行我们还是有主管还有经理嘛，对吧？然后呢在那个跟同事之间的关系上面呢，真的不要想的那么复杂，有的时候我们想的复杂反而把事情把自己的心情也搞得很紧张很糟。其实呢只要我们在工作当中谨慎认真，每天完成了工作你回到家就会一身轻松然后呢不要在意那些小群体哈，因为
说真的，如果真的有了什么事情的话，也没有人帮你去解决，更没有人会帮你付账单，大家只是可能在一起吃吃喝喝、玩玩乐乐，然后嘻嘻哈哈就结束了，对吧？所以说，要真的有什么事情的话，还得自己去解决。所以我们平时的投资理财，还有精打细算就非常的重要。好啦，这就是我这一期的视频内容，爱你们哦，我们下期视频见，拜。